Deadman， 启动鬼神的时刻到了！今天我们将决胜出上冥界最厉害的鬼王。让我们请出两位主角。首先出场的这位，一个星期之前你们大多数鬼神都不愿意睁眼瞧他，可就是他接连战胜了多个夺冠热门暴力丧尸 Joker、 狂暴厉鬼贞子、恶魔修女 Baraka。 他就是奇的创造者，观众的中国小僵尸前面。让你们见识见识我们国产僵尸力。Always kidding, always win. The symbol of evil, the queen of fear. Bow down to the mighty Eliza!看来得拿出全部家当。各位鬼佬们，决赛即将开始，这必将是一场史诗级的对决。所有成年鬼都败下阵来，剩下的竟然是正太和萝莉。要不是为了鬼王冠军，我想他们可能会在一起。那么究竟谁能赢得比赛的胜利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从五天前说起，那天钱米带着我去参加他叔叔钱通判的二百大寿。走。钱米啊，你确定你叔叔住在这儿？阿姨，起床了，我们到地儿了。起来了，起来了。啊，找到他再说吧。有人吗？哎。钱米，快看，这只小僵尸长得好猥琐啊！客官你好，接下来我说你戳，戳完就送你美酒一坛。这么好的事儿？来，先说说你是个什么东西。僵尸请按一，厉鬼请按二，妖怪请按三，鬼差请按星号键。再说说你来干哈？喝两口请按一，大保健请按二，找厕所请按三。走错门请按四，抓僵尸请按星号键。
最后问一句，你哪来的？阳界请按一，阴间请按二，上冥界请按星号键。牛逼疯疯的你获得至尊皇朝特别女儿佛玉盘。哦，我来。好久，前面这就有毒，快帮我去找解药啊！你不是喝了毒药？不演一下能把你骗出来？幸好我们有个智囊。白衣，出来吧。荆门是屋内长有干枯的尸骨，说明一定有僵尸居住。屋内灰尘厚重，且有打斗痕迹，竟然还开着店，一看就是个陷阱。桌腿上残留有鬼差专用符纸，说明你最害怕的是抓僵尸的鬼差。如果我们不将计就计，假装落入你的陷阱，你是肯定不会出来的。冠儿，按星号键。果然，所有的星号键连在一起的结果就是来自上冥界抓僵尸的鬼差。耶、yeah, 哈哈！可你明明喝了毒酒啊！你确定我喝了？哎呀，我就知道这个星号键要换成井号键。既然如此，你们上冥界的手段我是知道的，要杀要剐，你看着办吧。不过，哎，求求你啊，一定要把签名别忘到一块儿啊！什么？他是你杨贵师？阿西吧！我们大老远跑过来给你过二百大寿，你就这样对我们啊？祝你今日快乐，祝你今日快乐，祝你今日快乐，祝你今日快乐。快吃吃吃吃，快喝！这酒肉啊，有种熟悉的味道。你没喝出这有麦香的味吗？它在里面加了我的僵尸尿。你喝的这罐酒啊，是74度的，是最高的酒了，好酒。这个酒要是白姑娘他们鬼，那是剧毒，那人喝了是大补啊。去去去，不需要。你们浪费。主儿先生，我也不知道哪个酒有尿，哪个酒没尿，喝这个。来，钱米张嘴。哎，关儿，你说了多少次了？钱米还小，老用下牙会长不出来的。来，钱米上面。来，刚听你的意思，你们是得罪了上冥界，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上冥界从前段时间大肆抓捕僵尸，就连隔壁啊母僵尸王寡妇都给抓起来了。咦，俺们僵尸向来不被鬼界看得起，阴间不收，阳间不留。还好现在钱米过得好。那当然，有我这个堂堂的养鬼大师照顾，还用说？卓儿先生啊，这本书是我最宝贵的东西了，今日就送给卓儿先生你了。这是以前养我的养贵师一生的心血，你以后养殖签名会用得着的。嗯，像我这种级别的养鬼大师用不着。
不过没事当小说看看也行。肖娜娜啊，嗯，一定要多看看。诗人合一，这个你就不用看了。你们活人呀，用不着。来喝，喝喝喝喝喝啊！一吹免钱抽，好，来，嗯，快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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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师令，单明镜，单明镜，谁？有本事站我面前给我打！哎，西吧，什么鬼？哪来的野鬼？也不先报上姓名。我乃少明王贴身护卫，少明界第一打手鬼斧，怎会轻易把姓名告诉你？啊啊！哎呀呀呀呀！要下来。说你会耍符啊？哟，还是个养鬼大师，怕了吧？笑话，我大上冥界连阎王都不怕，还会怕你们这些养殖户？养殖户，有种单挑啊！我装个逼别当真啊，兄弟！大白，原来是个白无常，一路上跟踪我们的就是你吧，兄弟，都是公差，给个面子，放他们一腿呗。这，你个阴间的小城管，还敢跟我称兄道弟，看夫！放哥，耶！哟。能挡住我这把任魂斧的僵尸，你还是第一个。都是鬼，谁怕谁？我中了副司令，哎，不行了，你们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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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坚持不住了。照顾好他，快走，不然一个都走不了。快走，哎，陈迷。禀博士，我刚刚抓住一只老僵尸，不过让一个上好的小僵尸给逃掉了，我会尽快去追回来的。Wonderful， 先把他带回灵明镇吧。你不可！这是上明王的旨意，你有意见吗？不是，那那就好，我们地牢见。还是有意见对吗？不是。我是有事要面见上明王。上明王忙着鬼王争霸的事，哪有时间见你？真他妈的硬！我去了 ，language。不是，我这么久没有见上明王，他没有说想我吗？上明王想见你，我自然会通知你。不是，上明王还有个会要开，先这样，拜拜。妈，老子是上明王的贴身护卫，不是你他娘的喽啰，把老子支出来，自己搏上位，真他娘的心机。人间有土，上明无界，传我吉兆，送我魂归。在那儿，哎呦，是这样的，地府呀，
派我调查上冥界捉拿僵尸的事情。我呢，跟了这个鬼府很久了，正好，哎呀，碰上你们了。上冥界为什么要抓僵尸？当然是炼尸丹了。难道气墙啊？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蓝符多弄点。尸丹，我记得很久以前，养鬼人会拿这东西炼鬼，有点类似兴奋剂的意思。但是后来不是因为副作用太大成了禁药吗？不到人家懂事。赶紧说。我说。地府呢，怀疑上冥界在研究大规模杀伤性鬼器，又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呀，就派个别鬼剑精英来打草惊蛇。就你啊？那我看这阴间也太不重视了。哎，你别瞧不起我，阎王可是说了啊，如果我地下提供，就给我升官加薪。别扯那些没用的，我们现在要去救钱米的叔叔，你有什么办法？好像还有点毒，让我死吧！你也不用管我了啊，广儿啊！快去停了。说有什么办法？我估计啊，他已经知道我在跟踪他了，肯定把僵尸带到灵明镇去了。那我们赶紧去灵明镇啊！傻瓜，灵明镇是上冥界的首府，一般人是不能进去的，除非……看什么看？我说是，他姐明明正在举办这个鬼王争霸的擂台赛。哎呦，可是有魔鬼怎么知道？如果你们打败七个魔君，硬弱。哎呦，打比赛？你又在打什么算盘？我有什么好骗你们的？鬼王争霸，有点意思。这个炼尸丹可得趁新鲜的，不去拉倒。肯定有别的办法。你有什么好？我有也不告诉你。不如你也去参加比赛。咱们俩来个雌雄双煞怎么样啊？他不行，参加鬼王争霸赛鬼灵必须一年以上，他还没有资格参加。不过不止鬼，别的也可以，比如说这个小僵尸什么的。千米，你要去打擂台赛？你能看懂他比划的是啥吗？好，不愧是我关儿养的僵尸，干就干！哎呀，我就说嘛，这就对了嘛！来，这个我早给你们备好了啊，这个参赛牌，我可是斥巨资拿来的啊！哎，还有，这个呀，是我给你准备的锦囊，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打开，我受了重伤，得好好休养休养。来，小米。大白跟我说，这罗盘开有光，能指示上冥界的位置。这一处应该就是上冥界了，怎么感觉不太像啊？那是什么人都能看见，还叫上冥界啊？那大白还说，这块牌子是我们进入上冥界之门。嘿，怎么用啊？上冥界之门说的那么清楚，还不会用啊？切，你来。啊，西巴！什么鬼？哇！上冥界怎么鬼里鬼气的？上冥界位于阴界和阳界交汇之处，这里昼夜紊乱，住在这儿的都是鬼哦。鬼？哎，那有个擂台，走，去看看。什么情况？
干什么呀？你平时拿韭菜当饭吃，身上阳气太重了，被这帮鬼发现你是活人会弄死你的。我中央不是也是为了养你这只鬼吗？那怎么办啊？找的感觉啊！来，不要受世俗羁绊，我们继续。别不要脸啊！你抢我还说我不要脸？我那是为了救你，你别蹬鼻子上脸。钱米，慢点儿！喂，你可想清楚了，真要钱米去打擂台啊？哦，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就你这半吊子洋鬼大师。什么叫半吊子洋鬼大师啊？那时候再不济还有你。还有什么，老板？来份糯米糕。好嘞。怎么了？僵尸和狗盖。几个意思啊？你养个僵尸也出来冒充养鬼大师啊？手上那也是画上去的吧？啊，媳妇，不跟这蠢货一般见识。走，走。Fucking rabbit! If you run again, I will kill you. Yeah! 丧尸大战木乃伊啊！这家伙该不会真从埃及来的吧？那是烧伤，不是木乃伊。老子不容许你们洋鬼子称霸擂台！哟，好，哼！摸到了，摸到了，我是很有气氛的。耶，这输了还要给名牌啊？那我们不是只有一次机会了？我没看着吧，僵尸真没人敢上的吗？像那种僵尸我以前能打十个，搞啥子搞？像我大玄武区居然沦落到一只僵尸出身，他要是赢了我大口支持。是瞧不起我们？干就干，过来干他。Chinese zombie interesting
你你还跑去喝酒？丁灵盖是小丑的要害。那个死机佬太能喝了。不行，我要进去了。壮士吐好。贴这个符，目标天灵盖。走。小僵尸千米，还有我阳痿大师冠儿，记得回去把屎吃啊！哎，嘿，你戏罢了。You are lucky, man. 你是杨威大师啊！我们可以叫你收钱做饭了。有事说事儿，别瞎逼逼。我表弟找不着了，我要报案。你表弟该不会是僵尸吧？我靠，这你都知道？僵尸失踪也要报案，你能不能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不予立案，走吧。不予立案，好，我上房。Take the Chinese zombie back to England. I can see for a good price. And this rabbit, we eat it tonight. What the fuck? Who are you? 我就是你要吃那只兔子，蠢货！要不是你的绳子卡住了我的灵脉，害得我变不了人形。男人见到了我都会流鼻血，可是我没有想到，第一个为我七孔流血的，居然是一个小僵尸。我叫阿玲，你呢？
你叫钱明，你是要到黎明镇救你的叔叔。等你打够丧尸那种级别的渣渣，你叔叔连根尸丹都拉成了屎，灌溉的树木都做成了纸，别白忙活了。小可爱，要打就打最厉害的，明白吗？嘿，我靠！钱敏是不是也是你给抓走了？把你关在这儿，我就不愁那小僵尸自投罗网。我是不是很机智？这样，你再机智点，你把我放出去，我亲自把钱敏给你带回来。嗯。哎，我操！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啊！钱同判，钱敏呢？走丢了。想那小家伙了，我迟早把他给你带过来。救了，说好好照顾钱明，我孙子说还我，快回来！别急，我这儿有个锦囊，大白留给我的，说不定能带我出去啊。嗯，大白啊，这哪儿啊？里面这地牢。地牢？啊？我。躲在你锦囊，你是让你带我去上冥界做调查，你把我整地牢里来了？不是，我这是哪儿啊？我还能你们这地牢，你们怎么都在这儿？把钱币给我丢哪儿了？丢哪儿了？真他娘的丑！小葵。等下要打的是个女鬼，她可不好对付。你有什么很厉害的吗？哎，打住！你就是将整个青龙区打成无鬼区的东洋小浪逼菊花正雄吧，让你的鬼出来吧。那个是全国他来看我老女儿姨奶奶，现在准备的就在可能呢。还没开始打就怂了，你的鬼就这么差劲吗？サラコさん言った、ゾンビ肉食べない、食べてみて、出てこいや、えらいサラコさん。什么年代了还用这个？便宜你了，我会把我的灵力输送给你的，放心打吧。厉害的是童子尿啊，没什么，收集十个名牌你就可以去黎明镇了。
怎么了，小可爱？你救我一次，我帮你一次还不够啊？小可爱，你是不是找这个呀？还好这个是假的，要不然都没有办法系在我的磁珠手链上。走吧，好要做到底。郊区黎明蔬菜碰到壁了，王八蛋王八蛋农场主编剧带着他的地瓜精跑了，我们没有办法拿着蔬菜进地工资，人家都是100多200多300多的蔬菜精统统。最讨厌来黎明镇了，都会毁了我的美女形象。臭美，就你也好意思叫美女啊？啊！放开我！我最讨厌你们这些女人了。她这下惨了。大娘，这根我要了。走啊，大肥，就你的说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是你们最爱的鬼见祥。这里是菊花镇雄和贞子被击败的擂台现场，我手中断裂的电视机天线显然说明了这场战斗有多残酷。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场战斗的唯一目击者骷髅老师为我们现身讲解一下。就是他们，一只兔妖，一只僵尸，三个回合就把贞子打得满地找牙，我现在已经是他们的忠实粉丝了。话这么丑，毛也看不出来啊。不过我们还好有现场视频。上明王，哎，博士，你身后不是地府的牛头马面吗？已经被我挖过来替上明王迎接。真君，好，博士就是博士，有文化，有头脑，优秀就是一种习惯嘛。这个钱米甚是可爱，寡人很喜欢，让钱米来黎明镇参加比赛如何？他可是最低等的僵尸啊。僵尸低等是低等，咱上明界的口号是什么来着？魑魅魍魉，胸怀虎闪，有福同享，有臂同断。嘿嘿，好，我说博士，你不就是生前被僵尸所杀吗？你说你一个考古学家，不好好参加鉴宝节目，去刨人家祖坟，在我们这儿可是大忌，毁你容，要你命，那也是正当防卫。结果被僵尸咬了，变吸血鬼。那也不亏嘛，嘿嘿。上明王教训的是，教训的是。哎，我说这么可爱的小僵尸还能打败那么强的鬼，十分难得呀、啊！不知道这只小僵尸和博士你那只鬼谁更厉害？他要想和阿莱萨打，得先赢了修女瓦拉克才行。对哦，那个洋娘们修女也是个狠角色。那可不是嘛。哎呀，实在是太可爱了。大王，我上次的提议您想的怎么样了？哪个提议、啊、您不是有一块珍藏多年的上明玄玉，是阴间至宝，如果作为比赛的最终奖赏，相信会让比赛更好看。你是说我拿来治颈椎病的那块石头？这都多少年了，我都忘记这东西了，还是以前地府阎王送我的寿礼。这石头治病确实有一套，
可是我以前拿它来泡过脚，这合适吗？说什么呢？能抱着您上冥王的泡脚石，是不是是众鬼的福气？讨厌。好，如果决赛要是钱米大战艾兰莎的话，我就拿上冥玄玉做奖赏。上冥王阔气。显然说明这场战斗有多残酷。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场战斗的唯一目击者骷髅老师。钱米，讲解一下。钱米被妖怪掳走了。妖怪？都怪你。怪我什么？怪你要打比赛。别谢，小比赛你还不知道。妹妹告诉我，钱米不是被掳走了？钱米才被掳走的。钱米明明可以靠卖萌吃饭，你偏偏让他卖艺，都怪你。又怎么怪我？我操，你监护不力吗？那怎么不是我来救你吗？长官呢？全进来了。给我过来，别提了。我提你怪什么？没有你提我能怪什么？我不提你还不知道怪成什么样的。那有你提就怪出个啥？我。哎呀，养我！啊！怪我！怪我！怪我！大牛哥、小马哥、大本儿，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啊，我知道了，阎王爷派你们来救我们了，对吧？算你们运气好啊！我们辞职很久了，现在跟着上冥界的鬼博士干了。辞职了？为什么呀？地府待遇不好吗？大牛哥，你不是在地府买了套房子吗？哎，对呀，小马哥，你不是娶了个小老婆吗？这鬼只能只想着这些世俗的东西。我们是有理想，要干大事的。不说了，修理大人还等着念诗单呢。喂喂喂，不是我，哎，搞错了吧？哎，你是不是搞错了？哎，溃疡结石几年，肿瘤还长了痔疮，没舒展，堵塞，过马路不看灯，文化水平低，连不上诗单的，放了我吧！你放了我，我尿急啊！我验出来肯定是稀的。哎，你们放了我，放了我。布拉克大人。暂时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念起。This is not my reservation。对吧？对吧？我就说你搞错了吧。This one is special for you. Yes, 钱米三哥。I like it. Sure, the corpse pallet will make you much stronger. But I don't think you need the pallet if you fight against that little Chinese zombie. Are you afraid? Kidding.You wanna have a try? Follow this, so easy. 伺候好修女大人，这里就交给你们了。是，不是。对了，不要告诉那个浮动。楚人美，当初你红的时候你看不上我，非要我混出个人头来再来找你。此去经年，我已经是上冥界的二把手。你是不是该兑现你的承诺，跟我处对象了？上冥界二把手不是鬼博士吗？你现在还不是个看地牢的？什么狗屁鬼博士！你竟然敢跟我提他，分手！神经病！洋鬼子了不起啊？吸血鬼了不起啊？你怎么在这儿？又来对老子呼来喊去的，听着，老子不干了！你个臭傻，毁我爱情还不让我见上冥王，现在连老子的地盘你都管上了，你这家伙肯定居心叵测。呀哈，还不算笨。哼，那你猜出来我是什么居心、什么叵测了吗？自从你来了上冥界，又是抓僵尸。又是搞什么鬼王大赛？你说，你是不是想和上冥王搞破鞋？是又怎么样？什么？还扯犊子！上冥王的口味我还是了解，你肯定在里边搞鬼。我进去看看。慢着，那既然你不相信我的话，我带你去见见上冥王。走吧。啊，我想起来了。其实上冥王的口味还是挺多元化的，博士身材又好，就不用求证了吧。
来都来了，就这么走吗？你干什么？换种方式送你走，喜欢吗？No English mood. 签名，你怎么在这儿？过老尼姑，作为女人又老又丑，真是失败。我看你呀、啊，是多少失败都没有做过。啊 ！Nice pin. Your turn. 保持着童真啊！有没有大呀？你朋友都在里面，快去救他们！钱笔，哎，钱笔，快救我们！哎呀，钱笔，钱笔怎么受这么重的伤？这还不是为了救我们啊！钱笔，钱笔，白衣进来。哎！你们把钱笔怎么样了？是不是你拄拐棍的？不打不理。这是我们三明卷二当家鬼王镇马帅头号统治选手的杨贵士，鬼博士。鬼博士，真是没有想到，我那个竟然被一只小僵尸打败了。果然呐、啊，没有我的师丹还是不行。你的师丹？哎呦我去！你们现在都还不知道是谁在练师丹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僵尸这种低战斗力、低智商、只会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物种，除了炼丹，我实在想不出别的作用了。低智商？哎，他是不是骂我呢？啊、哦！我想到了，还是有作用的。老东西，跟我过来。敢骂我？小心！他还把我卖给妖尼姑。你想干嘛？钱总吧，钱总吧。他就没活了。住手！把这放开他！牛头马面给我滚开！钱币。钱币，啊！
刷！小僵尸，你不睁眼看看吗？鬼子，千笔要和你打一场，那就玩玩吧。明天决赛，小僵尸对战阿莱斯。不过，这小僵尸恐怕活不过今晚。千笔。把你的元神，千笔，哎，千笔，醒了，千笔，哦，是刚才那个秃。为凶手就是鬼博士，我得赶紧回阴间搬救兵。我是无常，死了呢就能自动回阴间，但是我怎么就亡不了呢？啊，哎呦，好疼啊！哎，对，关关，你是不是会想我呀？那我上次不是白信你奶了吗？不让你占便宜了。亡不了是吧？啊，我帮你啊！Ghost and Deadman 启动鬼神的时刻到了，今天我们将决胜出上冥界最厉害的鬼王，让我们请出两位主角。首先出场的这位，一个星期之前你们大多数鬼神都不愿意睁眼瞧他，可就是他接连战胜了多个夺冠热门，他就是新的创造者千笔。千笔打败了阿莱莎最得意的铁头人，要知道这只是铁头人呐、阿莱莎仅仅靠铁头人就打进了决赛，但真正厉害的是阿莱莎的暗面，让我们看看他会如何还击。 You are a good boy, Harry. 这是糯米味的哟。阿莱莎的暗面果然出现了，她是阿莱莎邪恶灵魂的化身，她的出现让局势瞬间扭转。千笔，僵尸毕竟只是僵尸，看来胜负已。千笔，打了千笔啊！我不比了，结束比赛。是你们向我发起的挑战，早就应该想到这样的结果，不是你们说不比就不比的。
千兵啊，千兵啊，千兵啊！这次，钱米还能站起来吗？小家伙，你们僵尸就应该躲在坑里，乖乖的吃老鼠。钱米，何必做什么英雄呢？钱米，低等的种族永远是低等的，再怎么拼也改变不了事实。钱米，钱米，钱米。果然，钱米还是挡不住阿莱莎真正的实力，最终胜出的还是阿莱莎。接下来，让我们请出本次大赛的颁奖嘉宾——上冥王。好你个鬼博士，养这么厉害的鬼，你是何居心？你害我输不少钱，一定加倍奉还。这块上冥玄玉是上冥界至宝，是圣者的奖赏。阿莱莎小妹妹，你不远万里从寂静林赶来这里参加比赛，真是辛苦啦。小妹妹，你刚才吐的黑血是不是因为吃了这个？博士，有鬼传寡人假令私补相师，炼化尸丹作为养养鬼师们比赛的兴奋剂，你说寡人该做何处置？你什么时候知道的？5分钟前。认不认得这把斧子？没想到你是这样的鬼。造反呢，来鬼给我拿下。
这么好的东西，你居然拿它来当泡脚石，简直是浪费。还是让我来教教你怎么用吧。不好，这下我开外挂了，快让大家离开这里。一个也别想跑。Corner of the trap. Just kidding. 安娜，阿莱莎最强鬼王没了。千米，咱们赶紧跑吧。千米，这儿的鬼都不希望我们，还是顾好自己吧。胆小鬼，同样是僵尸，千米比你强太多了。闪着去，别在这碍手碍脚的。我先给钱米输些灵气，帮他恢复。你是人，他的法杖只能打散鬼魂，对你应该无效。你先去引开他。你这个臭不要脸的！你家鬼大师依然在这儿，棒子很牛逼是吧？有种来吃我啊！你玩我啊？不是说对我没用的吗？对不起，我也是猜的。怎么感觉有点晕啊？我能做的就那么多了，替我好好照顾千米。钟闪，你这不什么事都没有吗？咦，没事啊。这玩意对我们僵尸没用。十人合一。他妈的！还是挡不住啊！八爷，没有办法，用能力保护千米的身体。打进去！快！你开什么玩笑？打进去你会魂飞魄散的。相信我。那我灵力也不够啊。悬于我也，你这是找死！到我了，无敌兔子拳！这小子长得真帅。
签名。签名。关儿，关儿，你醒醒啊，关儿，关儿！要不要来个人工呼吸啊？滚！啊！整我啊！哦，这不证明我活着吗？垃圾！来，小英雄，来来来来来来来！签名哥哥，给我签个名吧。签名，小样儿，行啊你，现在还有粉丝嘞！哈哈，哎。大白，这次立大功了吧？我擦，说好的给我升职加薪的，就他妈是个黑无常，还说发现了我的卧底才能，说这身黑色的斗篷有他妈什么隐形才能，这他妈当我白痴啊！哎，别灰心，主要地府啊没什么别的职位好干，做无常挺好的，没事上来找我玩玩嘛，对不对？哎呀，有你这句话我也就放心了。后来鬼博士怎么样了？直接送入阴间了。哎，上半身竟然还能说话，说什么律师来之前什么都不会说的啊，阎王也跟他少逼逼的，直接打入十八层地狱了。嗯，九十一层啊！太狠了！来来，吃吧，哥。来来来，吃糕。来，吃糕。给我们大白哥哥，大黑现在大黑哥哥。再一个，来来来，吃一把，吃一把，来，一把，这泡脚石这么厉害，快给我找，一定给我找到。